早上好啊，石总早，早上好，石总，早上早好。上好，早上好。方健一直不接你电话，我从昨天晚上一直打到今天，电话是通了，但是就是没人接。别着急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喂，方董住吗？哎，石总啊，有什么重要的指示吗？啊，没什么重要指示，我就想来跟您同步一下那个尽职调查的情况。啊，那些资料我们已经发过去了。哦，是吗？哦，那好，那好，那麻烦你了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去前台查过没有啊？我问了，没有。那奇怪了。那他为什么说他昨天就发过来，而且我们这边已经签收了？是我的疏忽，我再去看一看。快递单上的收件方只写了我们公司，也没写你的名字。对不起啊，柠檬。没有，没事儿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哎，陆总，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陆总。那我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再让圆圆出一份公司股东会对这次投资的决议文件。还杵着干嘛？陆总，要是还有别的需要的文件，可以一并告诉我吗？